那个小岸，对，现在过一周对不对？对啊。啊，后来影片上传之后有什么后续消息吗？他就马上来密我啦，消失了很久，一上传就密，一上传就出现了，然后就开始讲一堆有的没的。我已经没有要跟你吵了，你还这样子发影片，然后说我抹黑你怎么样的？你那对话记录有吗？可以看吗？可以啊。他就从我们影片连结过来说，你要搞这一出，我觉得很好笑。他说什么？我已经想好了，要跟你和好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想跟你很好。啊、他在那也是在影片讲完之后才讲的、啊，就是我们发完影片之后，他也说哦，我已经想好要跟你和好了。哦、他说你有在约妹出来打炮？啊，就没有啊。然后我叫他拿证据，他说哦，没有，你删掉啦、啊。他可能有点想要塑造是你有花钱开杂炮这样子。对啊，你就说有证据尽量贴出来没关系。有证据尽量贴，然后他就回我说他没有你删光啊。他就回你说反正有没有约炮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让他有一个合理的借口。感觉是想设局给你啊，对啊，因为他现在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嘛，他就又无缝接轨啊。他昨天在限动发说，哦，我喜欢一个男生，想跟他告白，然后这几天一直在跟一个玩传说的男生在那边暧昧来暧昧去的，所以他最后是跟玩传说的人在一起啊，对啊，又跟另外一个玩传说的，然后还开图的在一起，就挺瞎的。好像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对啊，差不多啊。我刚刚看他是有截图一个，感觉是有第三个女生去跟他讲说你有约炮的，你有没有约吗？我就没有啊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那我约怎么办？如果有约，我直播跳香肠。从今天之前都没有。啊，那我未来约嘞？未来也不会约。好好好，各位妹妹，如果看到这个长相的人约你们出来，可以留言给我。靠腰、哦、就没有再约哈、哦。刚进来的时候听到有同学说脏话的。多少？2100哦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没有讲。没有，你干嘛？不是，你眼睛发光哎、欸，2100。当时我知道这事情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，他一定会无缝接轨。对啊。你看现在是被我讲中。预言家。告一段落，应该没有后续了。应该没了。下次被绿再跟我讲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